我不说英文视频的，我英文也有所进步，但我不说英文视频，我影响不了这个，我不想影响海外的这些人，海外这些人有海外的这些，这些起来的人去影响，我只影响我身边的朋友，大量的人都是我微信好友，都是跟我见过面的，是吧？等我回中国，中国行，狗狗币中国行的时候，大家每个城市的人都有狗狗币的人，有比特币的人，咱们都聚一聚，因为我们玩都是无主货币，是吧？咱们聚一聚，聊一聊，见见面，吃吃饭，是吧？咱们变成生活中的朋友。哪天我他妈挂了，没了，是吧？希望我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还在你的朋友圈里出现过啊，还永远的存在了云端啊。我自己也会进入元宇宙，就是说，我自己的这个头像，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种虚拟的这种这个我这个长相的我这样的一个人儿，在网上在元宇宙里面会出现一个跟我一样的这个人出现在元宇宙里头。啊，不管是说的话还是说的声音，都会在这个元宇宙里面永生，懂了吧？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录视频的原因。我的所有的视频加在一起，超过了所有币圈里面所有人录视频的，就是其他的这些录视频的人的总和。